唇边笑得那么甜，最难忘的感觉，不要浪费时间享受这团圆。小七，短暂的离别，小七也会让我更加思念。你说你要回去照顾你妈妈，我就心想你肯定会把小琪接回来，我刚生了就把她带过来了。她的灵性，她的坚强，一定会让你度过这一切的。对，没错，小琪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无论我遇到什么困难，她都会一直陪伴着我，守护着我。我心想，在小七眼里，你就是他的全世界，他一定会帮助你坚强起来的。你恨你爸爸吗？恨。我一开始是恨他的，他竟然以这样的方式抛弃了我和我妈妈。但是现在，现在我不恨他了。最起码他是爱我的，他是最疼爱我的。无论他做错了什么，我都不应该恨他。事情，你不会告诉熊阔海吧？不会。每个人都有秘密，只要这个秘密不涉及他人的安危，那么每个人都有保留秘密的权利，不是吗？